什么是最现实的人际关系？如果你每天给他1块钱，只要一天不给，他就会恨你。如果每天给他1个巴掌，只要一天不打，他就会跪谢。人性如此，生活如此，感情亦如此。别说这是残酷，这就是现实。人生的路，难与易都得走。世间的情，冷与暖总会有。别喊累，没人替你分担；别点苦，没人替你品尝；别脆弱，没人替你坚强；别走得太远，忘记了原路；别想得太多，会失去自我。万事皆心生，心中有便有，心中无便静。智慧的人不徘徊在过去，豁达的人不忧患于未来，聪明的人懂得把握现在。对有些人一概退让，坏不会良心发现；一概包容，让人有了胡作非为的借口。人要善良，但是要看对什么样的人。人与人之间其实很简单，但心与心之间却很复杂。交一个坦荡君子，会让你受益一生；处一个是非小人，会让你深陷泥潭。你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，更不是拯救世界的超人。总是顾及别人，谁又顾及过你？总是好心帮人，谁又真心帮过你？从今以后，把真心留给在乎你的人，把狠心留给不知感恩的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